掉的一发言。饭堂集合，饭堂集合，游戏结束，游戏结束，饭堂集合，游戏结束，饭堂集合，游戏结束。麦关一下。怎么说？怎么说？要不直接信任一波？我嘎嘎好。信不行，你敢信任，说明你有问题。我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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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你不对。直接跳一下，小小怀疑一下，小小怀疑一下。马老师，我是肉汁，我是谁？我十四肉汁。OK OK， 我跟他走，我跟他报一下身份。OK OK， 我们来聊。OK OK OK OK， 你是肉汁，我相信你，我直接信。对，我相信你不会骗我，好吧？好吧 ，OK， 我铁不骗你马老师，你说 ，OK， 走，好，大毛拉起，大毛拉起，走 ，OK， 我知道，有炸弹，上面有炸弹 ，OK， 大毛拉起动作，上面，看一下面试，有人吗？哦，秋凯，炸弹男，通知，有人吗？秋凯有点假哎，你听出来了吗？他有点假，来，他来一句，哎，有炸弹男，有点假哎，不急。我估计他就是炸弹了。哎，他跟包包劫走了。哎，同桌劫。走，我们俩一起，他狼一个狼不敢刀，他有炸弹狼，有炸弹狼。就我们两个现在抱一块啊，他们不敢刀的。刀你我就报警，刀我你就报警，好吧？把那个打出去。OK， 对，哎，这么我跟你说，有一个人来，大起，来 ，OK， 快过来，哎，这个没名字的是谁？哎，又有，快走，马老师走，马老师走，哎，这没名字的是谁？炸了，是二车姐，二哥，哦 ，OK， 炸弹狼身上干嘛？坏了，这样搞不行啊！这给炸弹狼炸，走，十四走，这样搞真的很亏，我错任务。我跟你说，不是坏人，好，秋凯是个坏人，哎，看到了，哎，刁的一发言，等一下，打开我的死亡小笔记，等一下啊，刁的一发言是这样的，这把我是铁刃送十四的，他是肉汁。身份已经坐实了啊，没有人跟他对跳，并且我相信他，因为我一直跟他在一块，我没倒牌。首先我敢断定修凯你100%是坏人，我没有逻辑去杀你，但是你最后临了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跟包包在一块，对吧？我是坏人，你为什么跟他在一块？因为你跟他是链子，对吗？不然的话你们俩为什么一直啊，不管吧，那我不管包包，我首先以这把啊，站在我的视角，我没有办法去找炸弹狼，我没有办法去找狼，但是就从刚才你一开始跟我照面的时候，你说话情绪分贝就不对，就很假，以及到最后临了的时候你的那一句话，还有你的行为路径，我是一定要出你的，绝对不会错啊！如果我们在场的所有好人哦，还有一个拉奇面纱，拉奇你聊一下，但是这一轮不要分票，好人不要分票，全票打飞修啊，不对，拉奇面纱哦，还是得先请过听拉奇怎么说。十四发言是这样的，当时我跟马老师还有三个就一群人在书房那儿，然后往书房右边左边的门口走的时候，童珠姐突然倒牌了，当时在我的视野里面是马老师跟拉奇姐跟拉奇两个人在童珠姐旁边，就突然爆开，我开始以为是马老师，因为我没有看见拉奇突然出现，好吧，那马老师这轮给我报的身份，且他这一轮一直跟着我没有动刀，而且我能信手的话，那拉奇应该是面刀童珠姐那里的人，所以他聊修出来可能是分贝有问题，但是呢先不谈，那是下一轮的轮次，这一轮一定先出拉奇，好吧，过了。修凯发现我真的冤得很，我哎，反正我跟包包是挺好的，我们可以进去聊身份的，我跟包包可以聊身份的然后我们一直前刚开始的时候在隧道里面一直在聊身份，聊了之后这个时候炸了，我们出来看，然后出来到了那个书房这里，一路聊到这里的时候就拍了。我拉起发言，刚刚在那个刚刚卡麦拉起卡麦了，听不见。喂，好了吗？好了。现在好，我说一下，我是刚刚眼前一黑，然后突然铜珠就爆开了。我现在回想了一下，铜珠可能是把我吃了，但是很快，然后就在拐角的地方，铜珠爆开了，可能是隐形或者是超能力杀的他。那在我的视野里，马老师跟十四是走在前面的，他们肯定不会是那个隐形或者是超能力
除非打他们是双狼，但是马老师报警了，所以在我这马老师跟十四铁好。那铜珠应该是鹈鹕把我吃了，因为非常快，不然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是卡了一下啊，我在拐角然后卡了一下，然后突然在大家身边对吧，然后铜珠爆开。 我的视野是这样子的，所以铜珠应该是鹈鹕走的。那你这把我觉得不应该出我，如果能确定炸弹狼是谁，应该把炸弹狼先出了对吧，是这个逻辑吧。嗯，我的信息就这样，我能保马老师十四没开刀，也不是那个炸弹，不是，也不是隐形狼。嗯，过。 OK， 这个弹幕发言口供不一啊，马老师说你是面刀的同桌啊，你现在说你是被吃到肚子里面，然后不知道谁刀了，然后你出来了，出来了以后马老师报警，人报警然后说踩你面刀铜珠，这口供完全不一，那这一轮可以出王拉奇哦，过。三三发言啊，我觉得这一轮，我觉得拉奇的发言在我这听感来说挺爆炸的，我觉得拉奇那马老师都点杀你刀人了，你不你还能保马老师和十四啊，你在我这你已经不是好人了，你除非踩一个狼出来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瓦妹有点像那个炸弹狼啊，那个年糕还踩了我一脚，当时在那个盔甲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当时一直我是站在那个实验室门口的，我是一直在看那个位置，铜珠站在那个盔甲旁边，然后瓦妹站在那个铜珠的头顶，然后大谋在左手偏左手一点，然后当时炸弹响了之后，年糕是第一个往右跑的，我跟着年糕，后面瓦妹是跟着我，然后我们三个人走到书房到前堂左边这个储物柜下面门口的时候，王大谋好像是站在前堂左边那个隧道，然后我是站在年糕右手，年糕在我左手，然后瓦妹他们还有二科还有一群人站在那儿，然后好像大谋身上又有一个炸弹，然后我们就跑，然后在我视角里面这一轮先出拉奇啊，瓦妹可能是我那个视角里的那个炸弹狼啊，过了。这里是包包发言。前面我是在实验室和拉奇他们在一堆的，那一堆还有两三个人，然后炸弹狼响了我就跑了，我是看瓦妹和两三个人是往乌冬那边跑的，然后我又跑回来才看到的修可爱，前面修可爱的路程我是不知道的，我是后面和他一起抱团的。马老师你听话没听全，他说的是我已经死了，如果他是狼的话对吧，他说如果他是坏人的话，就他说前面你没听到，你之后听到后面他说我是坏人，如果修凯我保修凯这一轮没有开过刀，如果他是从前面你的视野到我的视野里边的话，刁德一你能保证他前面没开刀，我就能保证他后面没有开刀啊，过。我也没多少时间了，我还是想三三，如果你这样踩我的话我是不认的，因为一开始年糕踩你是抱哎没什么时间了，要不听年糕说吧，我过给年糕说吧。瓦妹是接第三个一手炸弹的人，我现在手上有炸弹，所以三三一定为炸弹狼。你王大谋得是个中立，你盘炸弹狼的，你接第二个一手炸弹，你盘炸弹狼的。我分不清楚王拉奇和刁德一，但是我这回合想投战战。哎呦，来不及了。啊？啊？什么呀？啊？我操！这么多人齐，你们在干什么？什么意思？拉奇不投，光听发言了。我点了，我开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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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我操！炸弹狼能复述一下吗？开饭开饭开饭，不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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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狼全在，三狼全在，三狼加这个中立，三狼两中立。OK， 开饭开饭，三狼两中立，炸弹又炸死一个，游戏结束，希望炸死个狼。我炸弹炸王大魔了。OK， 哦，刁德一发言，这把我是必须要开饭的了啊！上把那个票型就知道了，三狼两中立，都弃票了，对吧？可能还有一个人没来得及投还是怎么样，这一把大毛直接被炸死了，是年糕丢给他的炸弹。但是这一轮我们好人应该输了吧，因为王大毛上把的发言在我这还是可以的，他直接点杀了王拉奇，并且给了一个口供不一样对吧，基本上是把王拉奇打死的一个发言，所以大毛大概率为好，那我们应该就没了。反正这一轮开饭是必须要把拉奇出掉的啊，必须要把拉奇出掉，无论他聊什么，无论他聊出一朵花来我都投他，我直接挂票啊，过。十四发言，瓦妹我能认好，年糕哥他是踩了三个我也能认好，就拉奇在我这儿应该是狼了，一定是狼，然后包包姐跟秀凯只能开一个，三哥应该是那个炸弹狼，然后就这么多吧，我这轮会投拉奇，我感觉应该不是好人局了，好吧，我过了。
先把拉起投出去吧，再把投完拉起，然后再去盘其他人，然后过。哎呀，难受。那试一试，我弃票，我弃票，过。十四鬼死发言，你咋认下来年糕的？第一轮我前置位先踩拉奇，我要把拉奇踩走的一张牌，我点了一手瓦妹炸弹狼，你直接认年糕踩我，你什么视野呀？在我视角里面看，你好不了一点儿。我那个你这是肉质发言吗？过了。上一轮听年糕发言去了，最后一秒点投票没点上，那这一轮我就直接先点了，点完拉奇身上了，我直接挂票了。OK， 那个我也点拉起。我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当时有炸弹狼在左边出现的时候，我跟三三还有年糕还有包包，我们三个其实是在实验室上面一起的。然后包包是一个人往左走的，我就是给一个信息，不过这把肯定是出拉起。然后，我觉得三三，那首先那个你踩我那肯定是不对，我是铁好人的情况下你踩我，年糕怀疑你很正常。那十四因为铁保我，所以你踩我，年糕踩你，那十四保一下年糕也没什么问题，我就是帮他们解释一下，好吧？那这把出拉起过，那就先出拉起嘛，就不分票了。但是现在炸弹狼在，摇铃也用过了，吊的一我知道了你的小秘密，吊的一，然后三三一定为炸弹狼，是因为三三，我重复一下，因为上把发言时间不够，确实没点上投票，我的问题。然后那个三三上回合是因为他先贴了王大毛，然后他来往我右边走，往我右边走之后，因为我一直盯着他，因为是我李仔仔和他我们三个人走的，我们三个人走到下面遇到刁德一和王大毛他们，他贴完王大毛之后往我右边走，然后在那边说啊我站右边了，我站右边了，所以其实我一直是在注意他们两个的。然后这个时候王大毛那边想炸弹，王大毛把不知道把谁炸死了，炸死了之后，然后李仔仔又接了个炸弹给了我，好吧，所以我能确定三三是炸弹狼。那马老师已经投票了，先投王拉奇，别分票，好吧？过了。哼，年糕，你想打我啊？不存在的啊！我跟你讲，你聊出花来我都打不了我啊！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但你打不了我，好吧？一定是修可爱这一轮。OK， 游戏结束。OK， 开饭。三三，三三炸弹狼，我卡了。三三炸弹狼，三三炸弹狼，三三炸弹狼，走走走。年糕哥，年糕哥，你过来一下，年糕哥。一起。掉的一。马老师，你说，马老师，你肯定不带刀，对不对？我肯定不带刀，应该不是好人，马老师，你知道吗？等一下，等一下，我重新上一下。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告诉你，三三靠我们了，三三贴完我们了。我就这么跟你讲，我走了。三三已经贴。快走快走快走啊快走，要被炸死了我们。谁掉了，刚刚谁掉了，谁在说话，谁掉了，是修没有 CD 不够，他 CD 不够，修坏了，你看啊，坏了，快跑快跑，我溜了，走吧。开车差不多了，可以吃了。我是鹈鹕被他们发现了，因为刚刚没票。 OK 马老师你别追我啊、行，你现在不就是打我为中立吗？对吧？是吧？我懂你意思。你觉得，首先第一，我问你话，哎，你跑不？我要是中立，你跑不掉的呀。我要是有刀有刺的话，对不对？你早死了。你看，你这转角距离够不够？你自己抿。嗯。哎，太捞了。反正我跟着你啊，你死了，我拿你尸体报警。好吧，就这么跟你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三个狼在，我懂你意思。我操，你敢往这边走？完了，三三铁了。OK， 三三是铁了，我知道的。马老师、啊，三三，马老师，三三为刚吃完一个炸弹，又给你吃了呀。没得办法啦。深水老虎，快跑快跑去传送口！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传说吗？坏了！我操！关灯！这是把我吃掉的人，晚上会做噩梦。哎呀！我操！你这声音太吓人了！晚上有人睡觉吗？你晚上一个人睡吗？你不害怕吗？你不害怕吗？我操！
操！马老师，今天晚上折磨你可不孤单啊！折磨，这个人脉要屏蔽，要给他屏蔽了。怎么还不？哇！哎呦，这是什么声音？还不哇！接受！把你麦给他屏蔽了！哇，吓死人了！你这个吓死人了！哈哈，没找到人，感谢铺垫的气息，牛啊！刚刚谁游戏掉了？修改码。